迎我们今天的 MVP， 热情掌声来欢迎先发主投七支送出五次三振只失一分的富称最强王牌古林瑞阳。欢迎来欢迎古林瑞阳登上我们的 MVP 舞台，收着的和牛烧肉券来给古林，以及我们季后挑战赛的 MVP 讲座。等一下，我要听到全场最震撼的古林瑞阳哦！准备，大家一起来！谢谢，感谢大家的喊声。那在这个时刻，我要来先访问一下古林。好，那首先要问一下古林的，就是呢，今天是一场非常重要的先发比赛哦。其实赢下我们就能听牌了。那在例行赛的时候，其实对战乐天桃园的成绩不算特别的突出。那我想问一下，在赛前，不管是教练团或是你跟投捕之间，有没有什么样的策略去讨论对战呢？我们的共识就是把我们最好的东西拿出来，然后跟他们正面对决，这样。是我们正面对决拿下了非常好的这个成效哦。那当然今天其实几次面对危机啊，我们都是靠着队友的守备去化解的，真的是一场标准的团队的胜利哦。那你有没有什么信心的喊话要送给现场所有的队友们呢？谢谢他们啊。然后因为我们是一个团队嘛，那有一个人不好的时候，剩下的人就是想办法去帮忙支持，然后今天也谢谢他们的帮忙，才有我今天的好投，这样，谢谢。再给精彩的团队胜利一个掌声鼓励。好的，那相信大家这个印象非常深刻，比起去年的挑战赛哦，你今年的表现更加的成熟了。那你知道你是我们首位在台北大巨蛋主场首次的 MVP 得主，先给他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分享一下你的心情如何？以后应该可以多排一点哦。啊，这个凉凉的感觉，古林最喜欢了，对不对？好啦，好，那今天呢，涌入了15000名的球迷朋友陪着我们来到台北大巨蛋，有没有什么感谢的话想跟现场的球迷朋友说呢？就谢谢，很谢谢你们，因为大家知道我季后赛就是很吃气势嘛，然后你们也都喊得很大声，然后。给我们很大的力量，谢谢你们，然后希望你们继续进场为我们加油，谢谢。好，不要忘记了，明天我们在桃园外野集合。好，那既然是首度在台北大巨蛋的 MVP， 这个 MVP 舞蹈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所以跳舞 OK 吗？再次确认 OK 吗？有哪里需要帮忙的吗？可以啦。好啦，我跟你讲，古林的表情就是说没有问题。好，来，麦克风交给我，请古林就 MVP 舞蹈位置，全场的队友跟着古林一起来。我听到你们声音拍手，我们一起飞。我要听到很大的吼声哦，全场一起跑起来。再给100分的自己一